有一个只有太阳没有月亮的星球，当太阳的眼睛一闭上，夜晚来临，星球就一片漆黑。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工作是负责换掉坏掉的灯泡。他就是换灯泡的男孩。小男孩心里常常想着，星球上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灯泡，为什么我的房子却没有？他看不见吗？既然看不见，他应该不需要灯泡吧？于是小男孩把灯泡装在自己的房子，每当经过看不见的人的家，虽然犹豫，对灯泡的渴望总是大于心中的罪恶感。小男孩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，他好高兴自己的房子里终于有灯泡。虽然白天根本不需要灯，虽然犹豫，
到在看不见的人的家。小男孩和曼珠。远远望过去，每一个房子都闪闪发亮。除了灯泡被他偷走的那一个房子，每一个房子都在发亮。